所以你这金币，金币半金牌，金牌四大字，塔棒，金到来，关你国富人北条，第五样我就撇开一回。想必我不该当吹气，乃是一介夫妇失望尽乱之时，由于家娘斗军，其中今日功劳，李王马众位兄弟，我马大当义结金兰啊，共同创造了北条大江山。原本咱北条大江山，由你大凤兄来去指挥，大凤兄隧道连意都卖了。由于永乐宫的所在，但你异样天然，但北条大江山由我丢不该指挥。自伫我的登基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收多入库，马红南山，神清我的心里，因为五基早朝定天以来，就去啊，有事来找。主统，为小意思，希望本王为家做主。主统定岁不红啊！想你红天也已十分年龄，加以一位金花，希望本王会当替伊做主。主统，素心龙年纪忠诚，要来招了王妃，这是理所当然。但是主统啊，你人多不忘记了吗？那是论起张家凤的金花，伊的大哥张成君，那是一定来得伊结金人兄弟。岁都也是我的凤妹，难得将他入匹配，以素亲王之类啊。耶，君王你忘记了，当初时你我也是兄妹之情，你乱讲起嫌贴心的贴心，双方为后宫助孝。是咱伊丈亲，也依然是正亲正地，只是可以之事，毋是亲包之酒。此人私情亲情也是可以啊。怎么？会动把酒可以？是。哎呀，做做做！既然主动所在，正是你所当年，不如选他三亲王。一边说明一番，就是素亲王，来给团子下去。三亲王的第一见到，这团子，三王爷上登记个。
素心龙有意，要招金花作为王妃，达不得意哈利可。谢公，谢万呐，红娘、啊，我以为是甚物代志呢？天条圣旨，因我来得金花宝殿得解，为着我婚姻不得，不如红娘坚持，为去四红娘失一日，也有亲戚过到提亲。我金花，细汉的时阵，大哥怎么来疼惜？人讲顶养为夫啊，我人情未尽报答，金花哪有这个简单出嫁处理啊？如果我若要答应你，在你家中地界，我就愿意答应咯，何况来到金花宝殿呐？对嘛？是啊。龙啊，你无？啊，无我并不建议，万一他上当。宾馆素质。下不落。再去红色。爹爹，算来咱是家己的人，既然今日选调你老到金界，我是忧心，要来给你做我的红色。你若是输家，出事你就赶紧答应啊！哎呀，红色，虽然你就是后宫地界。我拜托我先生，下当养养得意咯。你我爸爸是女人，可是不相情待，不相同啊。好在我已经讲过你啊，爸情报答大哥，我无这么早想我会出嫁啊。我言可以，伊咧甲你讲，你唔话予人看钱就死哦。好少，希望好少，唔通我当分我的上天。你伫咧当兵，不过我万有多不少，你已经亲身出面了，我无愿意答应，你恐怕你面子尽扫落地。如果看看你若袂上白食，人讲伊面都爱三拄着，我一大事需要阮老安排呀。我今我确实不答应，特别对你个庙，我今我一想到。我袂想要烧，我嘛袂想要嫁，我无一日烧，烧你破好运。金花，我爱考考，小小年纪，你咧叫你破好运，你敢烧袂着？当然我烧一烧，不管你烧得怎样。